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分享谁就要 cos 谁的芥末。今天呢，我依然身穿这一套由 Killer Body 出品的钢铁侠马克西战甲，与大家一起分享中动出品的最新版本的钢铁侠 Mark 50纳米装甲。欢迎大家来到芥末的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款中动玩具的钢铁侠马克50的豪华版的封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啊！侧面 OK， 背面呢为这一个钢铁侠马克50前面和后面的一个整体照片以及一些特写还有注意事项。接下来让我们把包装膜撕掉，打开这一款中动玩具马克50豪华版。哎，我们可以看到内容物非常的丰富啊，而且这次还有全彩说明书，依然是两层的合板，后面一层呢是它的武器、飞行器、手部、特效件等。我们把这个最大的一盒打开，哇，现在特效件已经开始往下掉了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款钢铁侠的色泽，同样是水头十足，有没有上色？我觉得还是 OK 的，感觉上讲比之前的玩具版本要好很多。然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各个关节的紧实度，依然把它摆成一个太字形，腿部基本上可以支撑得住，但是手臂稍微松了一些，腰部呢也基本上 OK。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关节扭一扭，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一次钢铁侠马克50身上采用替换件的方式啊，可以通过把手臂拔下来，然后实现各种纳米武器的替换，怎么样，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只是这个纳米飞行器啊真的是非常的松啊，而且这一款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可以完美的进行下蹲进行砸地哦。 OK，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款中动玩具的钢铁侠马克50豪华版的360度展示时间了。怎么样，这一款200多价位的中动钢铁侠你心动了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哦，看展示吧，拜拜嘞。